的长大之后，一定会有一个大幸福的呢。只要发生一件很快乐的事情，就会有一阵子要被难过的事，那所有快乐的秘密。邪灵缠上了吗？是缠上光明邪线。可以过来陪我，我觉得我好需要。我会阻止你的，因为我能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。我们一定是被诅咒了。